苗栗县院里镇建国路与初中路口，16日傍晚发生一起车祸，一名机车骑士与自行车发生擦撞，机车骑士连人带车摔倒滑到对向车道，机车因漏油瞬间起火燃烧，吓得对向车道的汽车驾驶连忙倒车闪避，火苗越烧越旺，没想到机车骑士起身后竟然直接牵起着火的机车，淡定离开现场。在场所有人看着男子若无其事牵起火烧车，似乎感觉不到火焰的热度，简直傻眼。道路上露出来的油渍仍熊熊燃烧，最后由路人拿灭火器扑灭。警方获报到场，肇事自行车及普重机车驾驶均径自离去，将通知脚踏车及机车司机到案说明，理清肇事原因。